今日露营大过天啊，系啊，唔系钓鱼啊，黄乐涌码头嗰边都有人啊，啊呢度都有路友玩机，啊都有几个路友，黄乐涌嗰边都有啊。咁呢度有一个箱仔噶，可以利用，冇漏水啊，靓，装鱼靓啊，吓、啊，今日咧。一嚟就见到吓，呢啲靓嘢应该唔会打龟吓，鱼又有嘅，系啊，有冇见到？哦，呢条肯定系黄立仓尸体，系嘛？呢啲沙滩有好多呢啲黄立仓啊，同埋一啲针马嗰个背鳍啊，有冇见到？系啊。咁啊，刮柴啦，所以剩低个壳喺度，好硬净呢个壳，系啊。咁啊，有啲老友嘅鞋啦，仲有咩啊？系啊，成堆嘅垃圾啊，系嘛？之前咧都有啲海岸清洁队嘅，呢排又冇见到，嗰啲靓姐过嚟收垃圾，系啊，好多垃圾，所以咧我哋系要珍惜环境啊。啊，间中咧。都要做下义工，咁啊，所以啲海岸更加靓啊！啊，好多垃圾啦，可以寻宝嘅，系啊，海边咁啱先就寻咗咯，一个桶吓，啊，一个针马嘅背鳍啦，哇！呢啲，哎，又有鱼喎，啊，成海都系鱼喎，呢条咩啊？哦，呢条都大条喎，啊！可惜冬季就系咁啊，系啊，见到好多鱼啊，个岸边嗱呢度又有一只背鳍，我见到系啊，针马嗰只，但系钓又好难钓喎，系嘛？成个海滩都系河嗰啲鱼嘅尸体，都唔细啊，系啊。喂，呢条仲大，有冇见到？呢条石斑啊，只龙趸啊，见到？哦，成海都系啊！系咯，希望钓翻条啦！哇，嗰只啊，消防棒都有啊！你唔好话冇啊，海入边系嘛？喂，嗰、那个地盘佬啊，安全帽啊，啊贴浮沉啊！哇，系咯，哦，哇，嗰条大鱼有冇见到？哇，嗰条大啊！哇，冇鱼啊，有鱼啊，周围都系鱼。我喺呢个海岸都见到几条大嘢啦，系嘛？系咯，即系钓鱼唔到咧，就依家唔系运气问题啊，系技术问题啊。OK， 要开波啊，啊，系我技术问题啊，啊，系我唔识钓啊，啊。咁大条鱼系咪？等都未等到我嚟就瓜柴啦。巨物又过咗嚟啦，巨物。呢边冇咩人钓马油，等等我打浮波出嚟玩下。OK， 开波。听到海浪声，精神啊！喂，仲有一只靓嘢喎，老友，外星天线啊，系嘛？呢只即系外星飞船嗰个天线，好似啊，得翻嚟研究一下，系嘛？哇！呢只做浮波啊，钓鱼浮波几靓嘅喎，系嘛？系咯。各位睇下系咩料啊？呢、這个啊，系咪外星嗰个飞船嗰个天线啊？定系我唔识嘢啊？啊，系咯，诶，沙滩真系好玩。哇，呢只靓啊，呢只系啊，都唔知攞嚟做咩嘅。
好嘞。好啊，咁啊收获就系咩啊？啊，都有靓景睇嘅大船啦、啊，哇！嚟紧嚟紧，喂，哇，都有巨浪，啊，系咯、啊，靓风景睇好过钓鱼啊，冬季就得到宝嘅吓，啊，得到个箱仔，等等装鱼。OK， 开波。今日都系钓基围虾，系啊。我又嚟钓鱼啦！啊，影唔影到？影到。哇，呢度仲有个铁蛋喎，吓、啊、老友，呢、這个浮波嚟嘅，呢、這个吓，呢、啊這个都重货嘢嚟嘅。哦、啊，吓、啊，可惜依家系秋季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啊执佢出去游下水。唉，真系冬季真系容易打龟，唔系容易啊，简直系啊打龟，咁边度都搞唔掂。上嚟呢个高位呢度试下，啊可以见到呢度环境啊，其实都靓啊，如果有鱼啊，呢度多揦钓啦，系啊。不过这个季节乜 Q 都冇啊，那个根叔艇啊喺度捞嚟捞去，睇下都系唔掂噶啦，系啊，佢点解唔出去捞马友咧？我、哦、奇怪吓、啊，不过今日马友艇都少咗啊，嚟啲乸嘅地方系嘛，好难捞喎、啊，系啊 ，OK， 等阵打浮波喺度玩下，睇下有冇乸中啊。依家打头竿先，系啊。其实呢个位如果有鱼钓都好玩嘅，系啊。可以见到吓，好多石位，系咯。啊，呢嚿石靓，如果钓鱼，啊，下面碎石多咯，系啊。OK， 呢度打出去试下，嗰边完全冇 feel， 嗰边有冇见到？我哋档口喺嗰边，完全冇 feel， 系啊。所以转位嚟呢度试下。呢度食多啲，可能機會多啲。嗰度打出去都淺水嘅。有醫生過嚟扯。靓啊！呢个地方有鱼真系爽爆啊！呢度啊，呢度高位啊，有冇见到？涨爆潮其实都靓啊！呢个位
好，食嘢先。希望我肝弯咗啦，等等上嚟呢度都要啲时间噶，如果拗实嘅都有机会嘅，拗唔实就冇得讲啦。啊，执攞绝招啊！我见到，啊，企喺呢个箱仔度，咁咧就唔会整湿嗰个鞋啦。如果唔系咧，随时湿晒。咁一揭开咧，就见到好多啲螺啊，啊，诶，执啲螺，喂，唔好咁大嚿喎，系嘛，细，我要好细嚿啫喎，有冇见到？嗱，有啊，啊。好啊，系啊，好多螺汁啊，一揭开就有。喂，好大粒啊！喂，唔好走啊！俾佢走咗先，算啦。哎，有，咁样啊。呢个系嘛？呢个壳真系好有用喎，呢个针马壳。可惜死超咗啦，又有，其实养到啊，系啊，哦，有一樽咧都够煮汤。唔好问我今日有咩收获啊？系啦，呢啲算唔算收获？食白啊，夠一餐嘅螺啦，白螺啊，白片啊，唔係螺片，係呢個魷魚殼，我喺度享受緊揮齊嘅人生，算唔算咧？算唔算快樂嘅人生啊？唔知啊。躺平就冇啊！听紧海浪声啊，仲有啲咁靓嘅环境咧。依家又冇风冇雨吓、啊，又唔热啦。人生啊，有几个咁嘅机会啊？少啊！喺呢个残酷吓，睇似和平啊，其实。啊、就是需要付出好多好多的社会环境里面啊，拥有咁惬意的生活，其实唔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啊。咁诶，可以享受咁嘅设施咧，其实都要付出嘅。我拉车仔嗰下咧，各位有冇睇到啊？都真系要付出嘅，生存。都是要付出的，就是因为你有你的付出，所以生存才觉得有意义。所以都很珍惜啊，这种微风阵阵吹给自己的感觉。